爱奇艺娱乐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王源。动作放慢一点，不要让自己显示慌张。减肥方法就是还，我觉得还是基因的问题吧。我演不了感情戏，这50厘米之内我绝对笑场。说王源不帅的会帅。开心。27个小时飞机上最难受的感觉是什么样的？就是不知道时差，然后整个人都浑浑噩噩的。那你在飞机上喜欢做什么？睡觉。平时出行必备的三样东西是？手机、耳机、帽子。走红毯上台表演哪个更紧张？走红毯。怎么缓解走红毯的紧张感？动作放慢一点，每个动作都放慢，然后不要让自己显示慌张。那戛纳期间你最喜欢的一套造型是什么？每套造型都喜欢。度假呀。那这次给妈妈想好准备什么礼物？包，看着好看的就买。那今天跟贾导聊天，有没有 get 到什么演技上的地方？哎呀，就是没有那么功利，就是聊聊天，喝喝茶。导演很随和，非常好，非常 nice。双击66，很好啊。这次我就知道你挑大梁演大主宰嘛，然后就说分享一下这个角色有没有最难的地方。到演了2个月，最难的地方，感情戏，整个剧组都知道我演不了感情戏，就我一眼跟所有女生一眼靠近了这50厘米之内，我绝对笑场。最近一条朋友圈是什么？感谢所有人，因为最近就是又很忙，然后有很多好事情，然后发朋友圈向大家就是表示感谢。那你手机里现在还有多少自拍的囤货？不自拍，我不是不发自拍，就是因为我。自拍实在是太难看了，所以就不会发，因为何必给自己找难受呢？粉丝给你的微博评论里哪一条特别想怼回去？说王源不帅的会帅。那你最胖的时候多少斤？脸胖肿成一个球了，我这胖得快，减得快。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减肥方法？有没有简单？基因的问题吧，就有些人天生就胖不太起来，就是我是胖脸，但是身上没有很多肉。如果一觉起来自己变成200斤，你会怎么办？200斤啊，就挺幸福的。